Welcome to ETC! Welcome to Win Formation! 你不教我一下你就这样开始。我有，我每次我都不一样。Welcome to Win Formation! #ETC, oh my god! Win, win, cut to win, win.今天呢，就是我们的微生 B 的最后一位嘉宾刘洋洋小朋友来到我们的节目，哇！大家好，我是微生 B 的洋洋，然后同时我也是 ETC 的主持人。哎，你别老说 ETC 了，那Win Formation老想 ETC。来到了 Win Formation 真的特别开心，因为我已经跟他说了好几百次我想来 Win Formation，但是呢。他从来没有邀请过我。不是，我上期节目我也说过了嘛，就是越重量的嘉宾啊，越要往后才能出场，因为你是主角，所以你觉得前面的那些人都不重要？嗯，当然了，他们都玩了。所以你是最重要的，你知道吗？是吗？粉丝们给我们留了什么样的言，然后我们要回答他们的问题，这就是我们的这个啊，要看他给我们留了什么样言，所以我们给他一个。哎。你不要说一种土狼之词，我听不懂，我听不懂现在零零后小朋友在说什么。那我们来看看啊，第一个问题啊，可以请成员们一起进行不要笑挑战吗？超想的，超想的。有什么样的不要笑挑战呢？让我们在网上可能搜一下。嗯，其实我看就很多人有做过这种就是挑战。对，我们在家不是也常常这样玩？就是，我记得上次有一次 Lucas 叫我们大家一起去看一个超恐怖的事情。这样的吗？嗯，这样的一个人。I'm a ghost. I'm a ghost. 来吧，找到视频了吧 ？5, 6, 7, 8. 哎，这很可爱，小朋友。对啊，怎么像我一样？일곱단계웃음잡기그그길을아잠깐만잠깐만等一下，我们这个呢，如果有人笑了是要有惩罚的，笑了的人就弹对方一下，可以，脑瓜子，弹哪里都可以啊，脑瓜子，脑瓜子，你想弹哪里？你想弹你屁屁？这个说实话，我觉得这个可能会更好笑。露牙齿算。不是很搞笑吗？这个老爷，不捏输了。啊，你先，他先的吧。对，亲点啊！啊，我亲你。OK。谢谢。OK。OK。那么强听。这就不算了，这段就不算了。哟。这才第三阶段。这还好听。嗯。好像黄，好像 Henry， 好像 Henry。不是，他有点，我感觉他快喘不过气来了。不是，我觉得啊，阿波基，哎，我跟你讲，我要是笑的话，通常就是笑出眼泪，真的很好笑。对，但你经常被我们逗笑，其实是对啊，我是被他们逗笑，我很少被视频逗笑。对，但。我有个特别想感谢你的点，是吗？因为我平常我会讲一些就是笑话嘛，但是就是很多时候就大家其实都不笑，然后就洋洋捧我的场，就有这样的存在，我非常感激。下一个问题，下一个问题 ，OK。云云说了无数次洋洋是小朋友，请问洋洋认同这个说法吗 ？Yes， 我认同，但是呢，我还要提出一个另外一点，就是我觉得云云也是个小朋友，我不是小朋友。这个、大家其实知道他在生活上有一些可爱的点，像个小朋友一样，是吧？咕啾。那洋洋确实是，真的就是像以前的那种，以前的我学校里的那种朋友感觉。每天都很开心的感觉。对啊，对。好，那我来念下一个问题啊。What will be your reaction if 洋洋 X matures at 零？如果洋洋突然变成熟了，你会有什么反应？那我平常也有时候很成熟。哦。屁啊！喂。That's a fart。
可能一年中可能某一天吧，365天可能某一天可能会突然变成、变成熟。365天大概有3天吧。哦，3天，嗯，差不多有点多了，确实。哎，真的，可能2天零5个小时这样。2天零5个小时啊。嗯，其实我，你要我成熟的话，我可以。其实我跟你讲过，我从出道到现在，我就是一直在演技，你知道吗？我在为我以后那你可以不演一下吗？不演、啊。现在。I'm the king. OK， 那我问你啊，你要5岁的杨洋还是5岁的李永清？我看过5岁的李永清，我也看过。哎，我天，以前可搞笑了。Now I'm gonna show you guys how to sexy dance. 你五岁的时候什么样的？我5岁的样子、啊，哎，其实我小时候特别安静，不开玩笑。我觉得我是突然开放，就是突然开窍。但我看你小时候照片好像也都是很活泼，一样样的。我小时候就……那我选你吧，因为你坐我旁边。OK， 这个英文的。哦，因为 you have to choose Lost in the Jungle with Yang Yang staying in dorm for 3 days without going anywhere but just only with Xiao Jun or ride a roller coaster with Henry。就是说呢，你和杨洋一同迷路在丛林中。第二就是在宿舍里待3天，不能去任何地方，只有萧俊和 Henry 一起坐过山车。哇 ，Henry 一起坐过山车，那我耳朵可能会流血。他经常就是感觉很就是很大胆，但他其实很有勇气。但关键时刻还是就这样的。其实他心里面住着一个长发公主，这个是我们大家都知道的。对，而且他那时候扮那个妈妈啊，他扮的妈妈也很适合。他内心有一个那个。对，他有，他是有那个想成为一个就是好妈妈的感觉的。然后你不想跟我一起迷路在丛林中，跟我一起迷路在丛林里面，这是感觉活不过5分钟的。对啊，跟你一起迷路在丛林中的话、啊。第一啊，我这个，但是我会保护你的，我会帮你钻木取火。我帮你去猎，我帮你去拿那些蘑菇啊什么蘑菇，然后开始彩色的，是不是？然后拿给 A 吃，然后把我们自己毒死。哎，对，其实咱俩其实很容易迷路。我们之前在 Coex 一个店里面逛街嘛，那个而且那个店特别大，然后衣服又特别多。嗯，我觉得我们连那个地方都出不来，就很容易被人骗的那种。对，逛街都被谁骗？啊，他们被我骗，我会跟他说哇，这个衣服好好看啊，这样。哎，他真的是。他是我们队最容易推销的人，就跟你说的就是一顿乱刷，然后一顿乱。但是说实话，真的是那样。然后我只是把事实发出来。但是我最常推销其实是德俊。对，你骗德俊买多少东西？我没有骗他买，我只是他常常他会穿一些衣服给我看，然后跟我说好不好看，但我怎么不可能说哇好难看？所以我只跟他说。哦，挺好看的，我觉得适合你，这是一个新的 style， 你就穿嘛。总之，对，就是每个人的话就每个人自己的 style， 我们要尊重每个人的选择。那我觉得我们可以进入一下我们今天的主题。好，我们今天的主题呢，主题是有一起打过篮球吗？陈乐说杨洋很厉害，想看你们一起打球。陈乐我没有跟他打过，但我跟他玩过一次。他打的好，但是很久以前。行，那要不然我们来给大家看看今天的 challenge。对，好，来3、2、1。哎，然后呢，我们现在要比的第一项呢，哎呀，其实我都不想跟你比，你不配，我觉得。第一个项目就是。每个人投10个球，看谁进的比较多，就是我们比的第一项。你知道吗？我的歌词有一句叫 "Killing Me Softly"， 由我们的董川峰开始。对，10球里面我来帮你接球。OK， 等一下啊，从这开始投是吧？对。嘿，让让嘛，主持人嘛，我是主持人，今天你是嘉宾。哦，可以，我只是前面2个球啊，让让你。等一下。我觉得我今天鞋子穿错了，我这样跳起来没有什么弹性啊，它很影响我平常的。对，我觉得你得换一只脚，你带错脚了今天。你现在命中率是10%而已。
命中率是20%。可以了，我已经很，我觉得我有进步。进三个可以了。哇！好。哦。哎。哇！厉害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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这个手感来了，怎么停都停不了，不好意思。好，那下一场比赛什么？我要把你的球抄走，你要把我的球抄走。啊，真的？对。哎呦，哎呦，我怕欺负你哦。来，我抄你的球是吧？我先吗？哇！喂喂喂！哎，慢点慢点，好，慢点。我觉得我不该来今天，我觉得我在单方面的被侮辱。没有。我查你，看你。他没劲了。来了。哎，要不这样，我从这里开始。啊，对。别让我，我怕我欺负你。那不用手，可以吧？耍赖哦！哇，杨洋，你耍赖哦！超球，我不用手，用脚吗？你不知道规则吗？啊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对不起。没劲哦！哎，最后一球的话，来吧，我就过去嘛。然后我就跌倒。然后我这样 ，OK， 不是，我就这样子不碰到你， okay. 然后你就飞掉。没有，你先这样。行，我先这样。5, 4, 3, go！ 1, 2, 3 ，Yes！ 我进了球，没事吧，杨洋？哎呀，我不小心推太大力了。结束了吗？最后一场了，那个单挑赛啊，单挑赛吧，然后一对一啊，对。哎，你知道我什么水平了吧？我知道你什么水平。你用20步，用20分的力就可以了。强的。给我来一球！我找着了。啊！来！接头！噔噔噔！放开！你要踢你丢啊关键的一球，等一下我先借谁的休息一下啊篮球的啊，我怎么感觉我在跟小孩打球呢？现在啊，跑步，快投！
就这样了。我以后不来 w i n f o r m a t i o n 累死了。哦哦，我觉得今天要恭喜一下我们的 w i n f o r m a t i o n 的主持人董思成，对 ，AKA Take Your Win Win AKA。对，今天就是他赢了。没有，其实我们还是很有良心的节目，是吗？其实我们今天不是来学跳舞来的吗？哦、还是学摔跤的？你今天不是花钱找我来陪练的吗？是吗？我找个人陪我来，其实散步来了。对，其实我是今天来陪他健身的教练的。你好，我是那个健身教练杨洋，请后以后要找我的话，请打这个电话号码010 B。其实还是今天还是你赢了比赛，所以说，所以有什么奖品吗？奖品。你要脱衣服啊？我把这麦克风给你吧。啊啊，谢啊，一会给你啊，谢谢啊。OK， 我先拿着。对，你要说感想，对我都忘了。感想啊，非常开心今天能来到 Winformation， 对，跟我们的平常拍的节目很不一样。然后就是对，第一次看 Winmin 当主持人，然后觉得他以后也可以往这个方面发展。OK， 然后今天就先到这里了，然后我最后一期了。我们 VisionV 的七个成员其实。每个人都是很有个性也很有魅力的，然后现在七位成员都已经来到了我们的 Winformation， 然后一个一个来了一遍，然后也相信大家看到我们的节目也会非常喜欢。好啦，那就今天先到这里咯，拜拜拜拜。